就前几天就是那个 Sandy 有在节目上讲他生病的事，那个是你真的都不知道吗？我是知道他，我不知道去医院这么多次，去北医好像去了很多次，而且还蛮严重。那因为他后来就到医院里面去检查，然后医生检查非常多的医师哦，帮他做检查，然后检测不出来就是，然后才说要往那个血液病变的东西去看。他后来就检查，到最后出来，哎，没事。所以他就是现在，我说你现在就是要把身体养得更好。那一天我第一次录完影下来骂你，我说我傻眼，我说怎么？他说啊，那爸爸，那所有那个什么亲子啊，怎么什么，他们来节目里面讲的不一定是真的。我说当然不一定是真的啦。我说啊，我以为一定要讲真的，你又突然间问我，他就很 shock。他本来是预计要引爆，就不让我知道，因为我会很心疼的。所以现在你有气身体没有跟你说？我知道他去医院，那我问他，我其实我比较气他是。就是有一点粉饰太多，对。后来你看一个，我拿一个检验要检验超过半个小时，现在就吃饭，然后到最后就甜点就给我吃了，他不能吃甜的。我说那你都没有考虑，然后爸爸能不能吃甜的？哎呀，算了，你要儿女。你想那么多，怎么可能呢？老三吃虾子，但是他不吃虾头，他很喜欢吃虾子，我一大盘虾子，然后他自己大概吃掉一半就把它弄了，就大家都会点两份嘛，就一份是他的这样子，然后吃，然后所有的头通通给我，他不担心你中风哦，真的，我没有吃到半个虾肉，就那个头。中天电视全新制作强档大戏《美好年代》。